水晶兰，火焰花女王 PVC 里地位最高的植物。啥意思？她也配？我咋不配了？你又不是女王。我咋不是了？除了颜色，其他我跟你一毛一样，好吗？呸呸呸！确实，两位女王谁更强？不用比了，肯定是火焰花更强了。算你有自知之明。火焰花，你怎么欺负人呢？我哪有啊？你别怪她，是我的问题，是我不够强。强也不能这样。火焰花姐姐，你别生气了。您可真是才艺大师啊。实力差距有点大呀，最后比比大招吧。虽然，但是水晶兰好像咳咳，让我上吧，早搞定早下班。下期再见，拜拜溜。